这不是下一集的来宾吗？进来要给钱呢，就这样拿走了。可是我想到他有流鼻涕，算了，给你吃好了。流鼻涕可以用这么久？在店长旁边，你们两个长好像哦。好不好？性格好。场外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是因为你没有别麦，所以你尽量不要一直讲话，因为也对不对？既然长得像，然后他又比你高，又会唱这首歌，那下一场直接换 A 就好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小姐不息地。